同心走同路，歹势，我敬的歌。吼，玉君毕竟还没出道，玉君唱的这首歌曲呢，我紧张，我足想要去食药啊，你知无？我足紧张，但是我一直，一直切歌，一直切歌，我足惊讲我害着你的，想袂到。我选的这首歌足适合你唱的，你唱的太好了。不小心。你们两位都一样，把男人的歌唱到变成是查某人的开口。然后玉君，你能够将《港心惊港路》阿吉拉老师的那种悲苦拿掉，将眼前有一种幸福。咱《港心惊港路》什么苦咱都唔惊，那是一个幸福，看到是幸福的一条路。但是你在转折当中的灯影嘛，好你的呼吸啊，好你所有一切，拢做满我的心的。我当当初选这首歌，是因为伊唔是你的歌咯。个重点是因为我认为我有法度唱的，你绝对有法度，所以只要经这首歌给你唱，想袂到你唱了比我较好，加油！玉君，老师好。我现在其实，上次那个雅文老师说点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没听过。那我听完你唱完之后，其实我蛮好奇那个。阿吉拉老师是怎么唱的？对，因为我现在我很难在想。可以示范啊，你可以示范。哎，阿吉拉老师一起听啊，哎呦哎呦，那吃干苦，他是这样子的音。OK OK， 这句的不要唱出来。我只能说玉君辛苦了。对，但其实。我现在很难想，因为我听完你唱的这个版本之后，我其实很难想象这首歌还能怎么诠释。你完全唱出你自己的风格跟味道，我觉得唱歌最难的就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也很谢谢雅文老师点这首歌，因为我常常碰到那个比赛出来的选手，就是唱别人的歌都很好，但当你要自己诠释一首新歌的时候，心仪应该碰过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当你要诠释一个全新的歌的时候，你其实你会很伤脑筋。那我觉得今天玉君把这个歌诠释得非常好，很棒。